不要再移动步伐。倘若你要移动步伐的话，一定要注意自身脚步的安全。另外，也再一次提醒大家，大巨蛋的球迷朋友们，在这边跟大家确认一下，有听到我的声音，麻烦举手让我看一下好吗？有听到我声音，有没有举手让我看一下吗？好的，谢谢。情况下，你们听到我的声音，现在也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，全场的球迷。表演将就是在今年2024年为我们卫权狼队赢的胖胖团，现在就只有大家最热烈的掌声。
晚安，我们再会。走路快，走路快。